嗨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李翰老师。之前啊，有车友啊一直问我说，李翰老师有没有赛车营，有赛车营要通知我。好，我们这一次规划1月31号在大鲁阁，2月7号在永安，希望各位来报名。 OK，我们6人以上成团，也就是如果大鲁阁挤满6个人我们就开团，永安挤满6个人我们就开团，上限是10个人，超过10个人抱歉老师没办法一个人对这么多个人。 OK， 我们就以报名顺序决定前10位。 OK， 那有兴趣的车友等一下可以到我们说明处去看我们的表单，里面会有详细的内容。我们规划是下3次的赛道， OK， 开3场就对了。那内容包括什么呢？有赛道介绍、路线解说、技术指导， OK，希望可以成团，希望这2天都可以看到大家， OK， 拜拜。